按书这样哈、哦嗯，按下来往右上斜上去、嗯、下来，横画要细一点哦，让它烧硬没有关系，这样下来往上举，弯过来，从这里拉出来再接，哎 ，OK， 书哦书啊、哦，好，是吗？是，好嘞哈。好了，对不对？拉开一点点，往旁边出去。好，是不是？轻三轻，拉过来，往上提下来，这样过来。嗯。你要写草书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嗯、过来哈、哦，从这里斜的，再往上，往内、往外、往上，这样过来。一二，出去。啊、哦，轻三。好，那如果你说、哦、我是画画的啦，你、嗯、看。好好不好？好，过来，好，好，这是青山，长乱叠，长这样过来，往右左下右上，哎，这样过来，哦，好，长乱叠，好乱到这里来，好，然后上面要让一下，不可以一直叠下来，很长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从这里过来，好，一二拉过来，上面紧凑就对了哈。拉出来就好了啊，然后乱的，这个拉过来一点点。嗯。好，叠。叠怎么写呢？一、二。嗯。可以拉过来，再拉过来，从这里过来。好，然后一个乙。嗯。好，从这里往上，往下，往上，再拉过来就好了。长乱叠，好，出是青山长乱叠。你要写那个田就对了。哎，哎。田田也可以的，对啊，两个都可以的、啊。再来是灯如啊，灯如红豆。好，那有人说我们这个灯是金字旁，灯不好看，那我们就写火字旁嘛，灯好不好？好，往中间靠。嗯。哦，最怕就是一直旁边跑到旁边去哈，灯往这边靠，从上下来。灯好 ，OK。灯如什么红豆？红豆。好，这样过来打个叉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从上面过来点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灯如。再来是什么？红豆。嗯。好，红豆，好红，这样写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啊，红，啊豆，豆，哦豆，稍微重了哈、哦，往上提，从上面下来，这样过来。灯如红豆，好，再来呢。最相思。好，最，最，好，我这样过来，一二，从这里拉下来，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过来，这样过来以后，这样过来，嗯，好，哎，相思，相，好，拉下来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从这里过来，上去，这样过来，直的下来。你说好，那个香有什么变化？不需要变化，写得漂亮最要紧。那下来这样是吧？嗯。好，如果你硬要变化，好来，诗诗变化啦，还好不？啊，先诗 ，OK。啊，这样子。哎，然后落款。对对对。对，这怎么做？落款可能就这里就好啦，你上太上面会卡到就不好。好，几号？秋，哦，月，哦，哦，好了，写刘元成也可以啊、哦，写你的啦，好，再 OK， 好，是老师像这种类似对联式的，他的体感有没有什么什么？一定要在一半以上开始落。就一半以上，对，不要以下写、哦、就是说开始一定是在三个或四个字以上以上、哦、然后写到这里，然后盖印章、啊、不要写到底下，有的人就写边边就是不对的，对对对对对，为什么？你不是什么什么，你这很有主体性啊，你是一个人，那你写所创作的作品就是一个，因为你蛮有自主的一个个性主体性的人，所以你还是要写在一个特定位置，然后不要写太边边，没有信心啊，像小媳妇一样，这是不必要的哈、哦。
然后这个是下款，那你如果你还是可以写上款啊，上款，上款当然是，比如说我这个要送人，或者是我这个要怎样写，你可以稍微有一个表达都没有问题哈。比如说修，啊，那上款就写在什么地方？也是，可能就是第一个字的下面这里，或者这么看，对，好，比如说很多人都会写这个送给谁，比如说送给马英九啦，英九贤弟啊，什么，不是贤弟，贤弟会被他骂，青山哦，长乱蝶哈，所以不是啊，这边呢是不是要可以写很长还是怎么样？也可以啊，如果你是，但就是要美为主啦，美感为主，就是说你写到这里来，差不多，有的还会在这里再写一个，也可以，这边也可以再写，啊，这个叫第他们那个像黄景阳说，这是第一行、一行、两行、三行、四行都可以写。是可以，是可以，但是，要有把握啦。如果你写的都是错字，或者是根本文字不通，因为本来本文写的很漂亮，反而我只是问这种原理原则。对，反而会不好看也不一定。好，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好，大概就这样哈。谢谢。要不要拍呢？按书这样哈，按下来，往右上斜上去下来，横画要细一点啊。哦，让它稍微没关系，这样下来，往上翻过来，从这里拉出来，再接。哎，书，好，书，好，好，是吗？是，好嘞哈，哎，对不对？拉开一点点，往旁边出去。好，就是青山，青拉过来，往上提下来，这样过来。你要写草书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哎，过来哈，从这里有斜的，再往上，往内，往外，往上，这样过来。一二，出去。啊，青山。好，那如果你说我是画画的啦，哎，好不好？好，过来。哦，好，这是青山，长乱叠，长，转过来，往右，左下，右上，哎，过来，哦，好，长乱叠，啊，乱，哦，对呀，好，然后上面要让一下，不可以一直叠下来，很长，哎，过来，对不对？从这里过来，好，一二，拉过来，上面紧凑就对了哈，拉出来就好了，好，长乱，这个拉过来一点，好，叠，叠怎么写呢？一二，可以拉过来，再拉过来，从这里过来，好，然后一个一，好，从这里往上，往下，往上，再拉过来就好了。长乱叠，好，就是青山长乱叠，田也可以的，对，再来是灯烛，啊，灯烛，灯烛，好，那有人说我们这个灯是金字旁，灯不好看，那我们就写火字旁嘛，灯好不好？好，往中间靠，最怕就是一直旁，灯旁边去哈，灯往这边靠，从上下来，灯好，对，灯烛什么红豆，好，这样过来打个叉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从上面过来点，然后从这里过来灯烛，再来是红豆，好，红豆，好，红这样写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豆。豆，豆稍微重了哈，往上提，从上面下来，这样过来，灯炉红豆，好，再来呢，最相似，好，最，我这样过来，一二，从这里拉下来，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过来，这样过来以后，这样过来，好，相思，香，好，拉下来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从这里过来，上去，这样过来，直得下来，你说好，那个香有什么变化？不需要变化，写的非常非常简单，拉下来这样子，如果你一定要变化，好来，吃变化啦，好不？相思 ，OK， 啊，落款。落款可能就是这里就好了，你上带上面会卡到就不好。好，几号？休，月，好了，写右边这里可以啊。谢谢你的啦。好，老师像这种类似对联式的，它的题稿没有什么什么。一定要在一半以上开始哦，就一半以上。对，不要一下子。就说，我表现一下，因为你对啊，有这个字就感觉什么都对，写书法有时候像一幅画的，对，写书法有时候是一个艺术嘛。老师，你这样吹是在抓品，还是说写写的没关系？没有，我这现在是影，摄影，录影，录影啊。如果你是是那一种的话，我是练习的话，就是写写的，写写也可以。而且哈，越远拍越写。越斜拍越好像越简单了，啊，如果你弄正反而不一定好。哦，这样啊，对，它会自动那个就对。像这个山呐，哈，然乱叠哈，灯如红豆最相思，这个蛮名句呢。对呀，句小兰的。对，还算蛮漂亮的句子。我要把那本写。我不是都带一本，我表现一下，因为你对啊，有这个字就感觉什么都对，写书法有时候像一幅画的，对，写书法有时候是一个艺术嘛。老师，你这样吹是在抓品，还是说写写的没关系？没有，我这现在是影，摄影，录影，录影啊。如果你是是那一种的话，我是练习的话，就是写写的，写写也可以。而且哈，越远拍越写。越斜拍越好像越简单了，如果你弄正反而不一定好。哦，这样啊，对，它会自动那个就对。像这个山呐，哈，然乱叠哈，灯。
灯如红豆最相思，这个蛮名句呢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小兰的。对，还算蛮漂亮的句子。啊、嗯，我就看到这个，我要把那本写完。我不是都带一本。